这个试真的是露得很有诚意，已经是最极限的，极限了，已经是极限了。而且这个是一个很唯美的，并不是像很早之前的直接脚开的那一种，一定要修啊，腋下下面全刮掉，花园入口有修小一点，雪碧全裸现身，解放私密处，解密性伴侣模式。最喜欢哪一组照片？哪一组当然就是有露的。因为这连第四点都有点若隐若现。41岁的新社教主雪碧推出全裸写真集《雪之恋》，创下生涯尺度之最。雪碧也接受三立新闻网专访，宣传她的火辣辣写真。自己决定这个就是我最后一本的写真。最后一本，既然要做最后一本，我就要把它做到淋漓尽致嘛。年纪有到我也不想再拍了。我就想要在每个时期最漂亮的时候，然后年纪不代表就是说哦，你到这年纪你就不想要再去突破自己去拍照。我觉得每个年纪都有每个年纪的美，对。那像这个年纪就是我觉得也是我最美的时候。脸的话，你特别去加工吗？哦，一定是加工啊，又再加工一次，加强眼睛的部分，就眼睛要亮，割双眼皮，再深邃一点，更有外国人的感觉，割到了，就有蛮多照片蛮像外国人。鼻子有做吗？鼻子一直都有，鼻子到现在还是一个样子啊，还是都是这个样子而已。胸部当然真的啊，不能说真的，我胸部也是假的。可是我胸部是打那个自体脂肪，身材我也很保养。我拍这个的话，我几乎肚子啊、缩肚啊，几乎是一天只吃一餐而已。是写真卡送给你们，这本写真集算是诚意满满，希望大家就是现在订都有。雪碧看似作风大胆，其实也有感情洁癖。曾是旧爱的网红推手朴智宇也认证。哦，巨蟹座。哎呀，这跟巨蟹座有什么关系？因为巨蟹座专情专一又专就很不讲，信我们就是单一性伴侣。会寿司也是这样。他这么精明，我如果被抓到的话，我不是死得很惨？哎，两年多吧，两年多，半同居。这是专访，我不是专访你。他问了，我就顺便回啊。我只是想证明这个专访。我也承认你是啊。那你这感情上面会有什么洁癖吗？或者性方面？就下面那个，就男生。要洗啊，对啊，这样洗干净，要搓干净，搓干净。你会帮他搓吗？谁帮他搓？他自己搓就好了，还帮他搓？这服务也太到位了吧！搓干净，真的一定要搓干净，要有香香的。但是不可能拍那个吧？不可能。是男。我连那个跟男生就是男女朋友交往，男生想要拍这个影片，我都不接受。哦，是真的。我们相爱的方法可以不用拍摄来记录。不是，应该说外流的话怎么办？哦，对对对。